一段非常精彩的国际标准舞，但是在介绍跟他们表演之前，不介绍蔡辉煌老师，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。简单讲一下吧，中原大学的舞蹈讲师没什么，原治大学的舞蹈讲师没什么，他是全台66所大学的舞蹈讲师，这也没什么，他曾经是云门舞集的舞员，这也没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的年轻一辈可能不知道，他曾经是全台湾收视率最高五等奖国际拉丁舞组的总冠军五度舞官，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。这个五等奖比赛呢，是我童年的回忆，所以我印象还很深刻。据说当初去卫冕的那个还是拉丁舞比赛的冠军组哦，我们蔡辉煌老师一去，把人家冠军组从卫冕者宝座上打下来了，哇塞，一时大家惊为天人啊。好，现在网络上大家打蔡辉煌老师，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蔡老师的一篇文章，他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：学生们都叫我蔡老大，你只要上网打这三个字，很多消息或报道就会打出来啦。我不相信，所以我就打了蔡老大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很多报道和消息跑出来，后面会自己跑， Google 的后面会自己跑三个字国标舞。你打蔡老大上去，后面会自己打国标舞出来哦。你看他热门关键字到这个程度，上 YouTube 打蔡辉煌老师，会有吉鲁巴三招教会你，吉鲁巴五招教会你，吉鲁巴七招教会你，哇，好多招。在这么难得的机会里面，谢谢我们陈玉荣顾问跟蔡辉煌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段精彩的国标舞。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y otro igual.
多，你是不是应该来 solo 一段呢？安可啊，安可，安可。